其实猜也猜，最爽的过程就是咔咔这么裸。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，想要雪白的姑娘和漆黑的窗。今天又是采山，崭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今天咱换一种菜来采。今天上山主要就是采这个东西啊，猴腿儿。这是刚进来的地方，这地方的话比较干。看上去不是特别粗啊，一会儿再上里头肯定有粗的。这山上的野菜是一批接着一批呀、啊、一种连着一种啊。今天吧这气温低，这个野菜处理啊参差不齐，一眼看看高的高矮的矮呀、啊、这就是猴腿儿。为什么叫猴腿呢？其实它就是腿上全是毛。看看这个野菜，它和黄瓜香还是有区别的啊。这猴腿吧有绿色杆的，有这个棕色杆的，它们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可以吃的。哎，又踩点儿。哎，涛哥那儿也发现了。这个东西太短是不怎么样的啊，这个东西是出口的，我们这边有专门做出口，出口标准是15厘米，这太短的都不踩。咱踩。咱踩。自己家吃。哎，我又发现了，这儿还有一堆啊，它们都是蕨类的一种，像蕨菜呀、黄瓜香啊，看看，就是现在参差不齐。媳妇儿，看这嘎有个洞，这土倒出这么大一堆来，很深的一个洞。哎呦，呀，咱们走吧。看完野猪之后，我这心里上山都害怕呀。看看，这是刚才采的，刚才采的都是红的。看看这一片，这一片都是绿的。这个猴腿的有红有绿啊，但都是一样的。这种红的和绿的呢，炒在一起，颜色可漂亮了。这季节就这个多，这是走马芹，这个是藜芦，东北三大毒物之二，两个。我告诉你，你对我好点儿，不然的话踩老三芹尖给你放点这个芹菜。这堆比较好啊，这是绿色的啊，这个就是红色的。这嘎还有棕色的，这家伙三色齐全啊，这就是东北山野菜猴腿儿。看看这个东西吧，就特别愿意长在这种塔头墩的顶上，这种的话都比较壮多一点哈。真小墩儿，这要是长到15厘米以上的时候，这一堆的话就能采2两。有红有绿，这玩意儿的话做菜漂亮啊。看看这几根大不大，够格了吧？这几个够用，而且还嫩还长。这还有没长出来的呢？都长在这种墩子上头啊。长在高地上啊，我看那边有个绿的可多了。这一片的话可就得好好摘一摘了，开始多起来了。其实采野菜最爽的过程就是咔咔这么裸，这不就等于咱上山捡钱了吗？现在还卖12块钱一斤呢。就这么一小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最起码1块多钱。我今天最少能挣100块钱，你们信不信？看看这块，如果大面积下来，这个东西一天也挣好几百呀。但是大面积下来钱就不值这么些钱了啊。那采的多呀，这玩意儿好整呀，它压秤啊，它不像四五家叶子一抄就没。看看这两伙采下来的，一会儿红一会儿绿呀、啊。好看。
个天气呀、啊，一天一个变化哈。这家长开成这样，完了很多墩子都没除呢。看看咱就得采这种小的、嫩的、粗壮的。哎呦，就是这样的啊。